填吧。别害怕啊，铁子们，别害怕啊。行吗？吃个小桃，桃的雪媚娘。好看，嗯，哎呀，老姐们一夸我都不得了了，怎么办呢？嗯，睡了。谢谢大家。关敏阳也这么好看是吗？铁子们，是真的吗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8月15那天我都没吃仙丹，要不然我就奔月了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我觉得人间还有我留恋的东西，比如说老铁们，要不然的话高低吃颗仙丹北岳，属实广寒宫也是比较寂寞，广寒宫没办法开直播，没有信号，呵呵，非常的寂寞。吃个羊脑呀。好嘞，原汁原味的羊脑，买的羊脑他可能给你掺猪脑子造假，但这个里面他绝对造不了假，这个里面他纯纯就是真的羊脑，不是造假，是咱们给它撬开，掀起你的头盖骨，让我看看你的脑，你的脑是长方形呀还是那个圆方形。原来是心形，哎呀，太意外了，宝宝们，心形的脑子，蘸上咱们秘制小料汁儿。好，羊头一造完，再来一只。接受我的暴击吧，铁子们！吃完一只，还有一只。爆什么？美食暴击！吴美人有点烤，羊皮羊头没皮呢，嗯，他给薅了扒了，应该是。因为有羊皮的话它会比较干吧，然后又黑不溜秋的，没有食欲，看起来难看。吃个其他的，你这不是吃的这个虾吗？羊头什么价格？我脖子呢？不在。大伯没在。
蘸个小料汁儿。喝酒了吗？嗯，喝了假酒。60多一个，是吗？60多块钱一个。哦。那不还不算贵。一开始羊头最火的那一段时间，我买的98块钱一个。现在没那么火了，估计是。六十多块钱。